子的班上在园游会要做小游戏，一开始打算用三用电表做电流集气棒。三用电表主要功能是量测电压、电流及电阻。集气棒做好，要测试。如何制作电流集气棒？一开始是想到三用电表欧姆区，将旋钮转到刻度标示200处，若正负极碳棒相碰触时会哔哔叫。同样的道理，用在电流集极棒电路上，将正极碳棒接在三用电表上，负极碳棒接在电流集极棒的电路上。玩家使用负极碳棒来玩游戏，当碳棒碰触到金属电路时，三用电表立刻发出声响。会叫吗？嗯，你有接好吗？哦，你三用电表接错了啦，太好笑了。嗯，哦，好。好，Game over。后来考量到电流集极棒将会在园游会上使用，但会场有可能非常吵杂，无法听到三用电表的哔哔叫声，所以将电路改成亮灯。当碳棒碰触到电流集极棒的电路上时，会闪光。哦，亮一次，再继续。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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